大家好，我是阎王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记杨婷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遂宁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放一个烟花。想在大家心里面找一个烟花，我们打一下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哇，这里的烟花气息好浓，请大家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也是第一次见哦。这个烟花红吗？对，应该是的。今天就放这个，可以点火。哦，漂亮。